据报道 ，New East 将于10月21日发行新专辑，回归歌谣界。此次是组合继今年4月发行的迷你六辑《Happily Ever After》之后，时隔6个月再次回归舞台。据悉，组合在个人活动和海外巡演而忙得不可开交的日程中，有条不紊地准备回归。此次回归将成为组合开启新音乐世界的舞台。组合将会以怎样的音乐和表演回归，备受期待。非凡娱乐，时事。